溪哈、啊，那个石门水库的路口处，哦，那停车的话哈、哦，啊，对面这边哦，这个红线不能停，哦，那、啊、这边的话哈、哦，我运气很好，哦，一台就刚好一台车要走掉哈、哦，我就能够停在这哦前面这边，这边都可以停，好、哦，路边的、哦、路边的这个白线这个都可以停，哎，那、啊、不然的话你就要停到里面的停车场去。今天哈、哦，就来石门水库哈、哦，来走一走。哦，你停在这边，走到前面去那个停车场哦，一小段的距离而已，也不会很远。那里面风景非常漂亮。观光也都免费，对，只是收个停车费而已啦。这个有大客车、小客车。我们石门水库哈、哦，台湾全省最有名的。去啊、哦，也一段一小段距离而已，好、哦、吗、啊？可以看一些风景。我们现在先看那个右边这边哦，啊，那个很漂亮的河、哦，哎，石门水库那个下游的河，那这边有一个导览图，可以、哦、看看。我、哦、照清楚一点给你们。分享。
他没有走过，然后直那个走到那个石门水库进来，就往左边那一条，直接那个那算是爬山步道啊，有一些那个景观了。那今天有走到这边的话，来这边看一下。都走到这边了，哦，这个是脚踏车可以走的。工作船呐，清理那个垃圾的工作船。那湖虽然不大，可是看起来哈，它明媚风光，很漂亮。大家走到前面去，我们到前面去来看一下。前面呢，哈，正前方那个那边就是那个石门水库。都往这边走哈，看那边看有什么景点。因为从对面那边过来的话，那边是管制区，那边也不能过来，应该是要从这个大门进来才能够过来这边。这是处理的啦哈。水资源，
走到这边哈，啊，这边好像一个小公园一样，哎，啊，环境很优美。旁边这边有一个土地公，哎，我走过来才知道这边还有一个土地公。旁边也有一个呢，它那个是什么？走，对，往回走，要走桥回去，又要绕一圈。你从那边啊绕过来，这样就绕了一圈。哎，那这样明媚风光的，很漂亮。哎，他们现在继续走，看起来还蛮远的啦。哎，那我们继续走，走快一点。旁边有一家咖啡厅，哎，哦，很别致，哎，
这个可以骑着那个脚踏车，如果你们要来的话哈，还是要骑脚踏车，不然有点远啊，走路很费力啊，路很好走啊，这个也算是无障碍空间，都很好走，都那个柏油路，更漂亮哦，啊，看得一清二楚哦，就在眼前。这个路在泄洪的时候哈，哇，真的很漂亮。走路进来啊，观赏一片绿。如果那个台风天啊，它那个雨水量太多的话，它就会那个泄洪。现在要爬上去，绕一圈，这距离真的还蛮远的。帐篷那个帐篷也有，哦，也是非常棒哦啊！啊，这个公园叫做陈林公园，那个石门水路哈，叫环芦步道哦，这一个小公园，非常的漂亮，叫做陈林公园啊，西林公园。造型非常漂亮。我们现在要再爬坡，绕过对面去，往回走，这样子。好多人都在这边休息，要爬上步道。我来穿，来这，来那个石门水库哈。就是要这样子哈，走上一圈，要继续爬坡了。如果不想走的话哈，就可以用开车，车子也可以走。像从那个停车场那边哦，走过来已经走了一个小时了，还没到。哦，好清楚啊，太美了。原来那个石门水库哈，就要走到那个对岸那边。可以开到这边来，
正对面这一栋就是发电厂，哎。景点，哎，这样好像封闭。
天今天的主题就是那个石门水库，哦，来这边游览。圈哦，啊，环湖步道哦，整个哦石门水库这样子哦，环了一圈哦，啊，真的，哦，有够味的，哎，那现在我们走出来了，哦。